我来打卡了，最近我是不是有点憔悴呀？今天联络了一下，血压都有点低，就是低血压。其实真的最近特别累啊，压力有点大，就你们也不要太挑我刺了啊。你们可以给我提意见啊，但是不要太挑我刺了，都是女人嘛，女人何必为难女人呢？就带个孩子，然后再做这些，有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啊，家务活了啥了的，有时候真的是很累很累，好忙呀。然后跟你们有时候也不知道咋跟你们讲，你们愿意支持我的就支持我一下，不愿意支持我不想看我的就把我取关了就行了啊，不要太挑我刺了啊，你们再挑我刺我都真的要崩溃了。果冻你们吃的时候尽量把它嚼碎一些啊，尽量嚼碎一些，然后喝完以后喝一杯温开水啊。人与人之间其实它是也要存在那种信任感，不能说是我吃东西好，我露出什么表情，然后你们才能确定这个东西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啊。其实我选品的话都是很小心很小心的哦，没有随便选，你们愿意相信我就去下了，不愿意相信我可以不下，或者再观望观望都可以的啊、哦、有任何意见随时提啊、哦、但是不要太挑刺了啊、哦。好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，果冻需要的你们就去拍吧，拜拜，晚安。